我一朝要介紹嘅係由蔡顯芬所撰寫嘅《絕唱胡笳十八拍》。蔡文姬佢係東漢才女，曾經流落胡邦，嫁咗俾左賢王，但係後來曹操召文姬歸漢，將佢再配董治。呢支曲咧係講到三年之後，左賢王到嚟探望，希望夫妻團圓。可惜文姬已經病入膏肓，心願難成嘅。呢支曲我哋係由絲樂曲藝社嘅社長葉慧芬小姐同埋歐啟潤先生合唱嘅，請各位以掌聲歡迎兩位。
馬場啊，係係中看不看啊啊三载分堪留万种啊啊啊啊千里情尽春思梦里风、啊、问他蒲明这篇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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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辞说有的难门来为娇妻苦痛啊问计左贤和问计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啊啊想到别意艰难会更难啊执手相看飞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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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见今暮雪霜冻，听惜泪眼，泪眼朦胧，竟惜妻房一时不并拢。
问如机，又称一相共。能否一受人从，敢一份痛？
迎你苍返家中，之后琴马失服的鞋失下机娇儿长侍奉啊啊啊！文姬，我知道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既然已经了却心头之愿，正而归胡返家，天伦重聚，重聚天伦，你以下。如何呢？
此话何解呀？是否迎你归汉之节度使董子？正是啊，持经啊，守节，忠诚好。当日你归汉绝户，要将此因果中缘由天定，我当量力苦衷。多谢贤王，倘念如情，望你还将儿女通。放心，虽断夫妻情，犹存儿女爱。为觅贤良孝母，莫教虐待情。我早已誓不重婚，儿女何来后母啊？文姬啊，你且多保重，你莫再忧虑重重。天啊，天啊，你可否见怜，能使董志君放文姬归我呢？我已病入膏肓，药石皆无所。定寻名医遍天下，当可奏其功。人世难留，只有云翠居家东。鲜血落在我心，知否我心的中？愿高峰节玉凤太空，我以百灵色月，妻你安心将息吧。文姬，你听下，孤家互动，木马悲鸣，你随我回家吧。回家，我要回家。Yeah!
机，唉，晴天降下剑刀风，天啊，斩却情丝似断风，问机。人看百灵上月，长作清，来生当作百款花长艳红。燕翁，你真重，你真重啊！问机，问机。